哦，这边红的话甩出来，但是被定到墙上，这个位置几下交代，直接拿下一血，被达摩拿了。这边的话塔图一个大招掩护队友后撤，这个大招放不放都无所谓了。难受，还被定到。防到。VV 几十敢到。我一下会打了一波灵魂二，残血老夫子还在打，这波老夫子应该是没有大。正面几十抓到了，结果打了一套梦泪，这个二技能没有勾上去了。这个位置抓不到 VV 过来，一技能先拉一下，再追打几十，直接被带走。作战时间不要超过10秒钟。 因为一旦超过10秒钟，对方的支援是很快能够到达这个战场之上的。哎呦，没有大的，这个没办法，受不了。张飞的大招释放也是非常果断。龙龙这波打了一波团，刀有，哎呦，差一点点还要追，小小飞这个位置不好走了。我们看达摩这个时候及时赶到，想要救下一名员，一刀又没有劈中，但是正面还有2名敌人直接带走。 他那个位置只能是往塔里推，但是不好，因为关羽顶的实在太靠前。上兵下面都有人，大招又大到了，打到了塔图。这边的话是张飞在一个大招正面吼出来，塔图有个大招，哦，有个被动，没办法，但是没有人能帮忙踩啊，时间也不够，都不敢上。而且这个时候张飞手上没有大招，这时候如果成功 ，A 知道会很危险，来了塔招推到了小飞，直接半血，塔图顶一下，没有顶到人，但这边关羽有大的。 关羽扛塔先倒地了，塔图这边没有被动，而且血量也不多 ，VV 又是一个定，定到了七醉的芈月，七醉这边是没有大，直接被秒掉，可以看几乎没特别好，对，基本每波大招全是大他身上，但只要主宰是被 A 枪会拿下，顺利拿下，张飞这时候死不掉，身上有大招，哎呦，这个是炸掉了一个，没有抢到，而且小飞在侧面出来，直接一套控制带走了中单的孙膑。 是我们看老夫子又是一个大招，大多了几次，几次这波应该要交，走远了。七队1打3，这个位置再扛没有队友，看能不能换掉 VV 了。换一个，换了一个，打了一个1换1，但是正面仍然是一波1换3比较亏啊。但是这一二技能跳的不错，一技能顶不到了，再被二技能给到了一个减速，直接被老夫子一下击杀掉。但张飞一个顶了4个人的伤害，还血量没怎么掉，我的天，真的是够肉 ！VV 这个大招定到了天明的孙膑，这一波老帅的输出环境非常舒服。塔图应该要交，那这波团战打下来之后呢？这边 A 枪会0换3，芈月还要追，一个大招拖一下时间了，这个就真的是拖时间了，还得死。这边的话，先过来把兵先带过来，有可能要直接推掉高地，及时这个位置还被抓住，一波团灭，来了一个割草相望 ，VV 进来一技能拉到，直接大招定住了，这个大招开晚了一点点，七队被留下，直接带走，人头给到小飞，而且这个血量当刚刚看到没有？ 可能要想要尝试一波 VV， 这个闪现大招定到了天明，正面塔图这个大招定到了3个人，但是输出在哪里？我们看一下几十输出够不够？这边关羽反身劈了1刀，2名 C 位血量都不多，但是想要继续伤害秒杀的话，有一点困难，伤害不太够了。目前威放已经阵亡4人，芈月刚刚复活，水晶告破，来不及了，让我们恭喜 A 级超会。 帅这手守卫的话，出装也是要守的。哎呦，这边几次进来，选手定的非常好，又是一血。这边的话也去打了一波 VV 这边闪现，直接带走马可波罗。这一波达摩又是换掉了一个孙膑，1换1，对，双方1换1。主要他是真的很难去走掉，没有位置。这个有点尴尬了，卡了一个时机。 这波再抢的话，容易出事情。天明来了，这个位置很还没有走啊，掉了，没办法，这个走远了，走远了。是，嗯，他们的对手威放，我们先开这一波，塔图这个大招定到了3个月能开启，大招正面的话要走不掉了。是的，这波卖掉，被动直接再死掉2次，守卫拿到人头，杀掉一个塔兔。这边的话，正面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开一下这个主宰，正面里外过来刷一个大招，刷残了1波多少血量，很低。哇 ，VV 这一刀直接劈死七队，这个位置只能撤。 这个双人组合没有坐在能力，天明的话在正面看一下这条主宰是被诸葛亮拿到了，但是正面已经损失4个人，上路兵线非常好，能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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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看几十活了，一波多也活了。不过这样一个一个上的话容易出事，关羽这边会再不走的话要走了，再带走2个再走。正面硬切的话确实不好切了，还不如直接是找机会在正面。我们看关羽在侧面已经开始推了，白感觉有点无敌啊！关羽直接被李白收掉，正面塔图举了一个大招，但是伤害不够，这个是要掩护队友后撤的一个大招，越狠往前追。 VV 进来，这个二技能留到了减速，其实走不掉，直接被带走。再刷一个大招，塔图剩下最后2000血左右。这波多了，这边出来是拿命换一下兵线，但是这个拿命换兵线受伤有点亏啊，闪现往后撤，还想要换一下，操作一下，这边有没有机会？老帅这一狙，哇，好疼啊！站起来再一次被击杀，正面的话还能防守。
这一波的话，伊波多尔确实为队伍还是低了点血量，直接被抬起来，好非常悬，刚刚是一个四血，关键啊，是命第二这种血抬了很多，抬了血进来卖一下自己，伤害不够，直接被带走。七醉啊，这个位置被打出沉默，走这一波走不掉了，走不掉，走不掉。复活甲快打不开塔图，这个大招能不能救失了？闪现一个大招定到两个人，但是老帅的百里守卫并没有被定到。这边的话，反手直接开始输出。是的，马可波罗一个金身躲大招没用啊，伤害不够。这个大招迟迟转出来，闪现往后撤，这个大招等于是没有打出伤害了。没错，这边的话，诸葛亮也被追死，其实的话血量不多，开始往家里走。微方马可波罗只剩两个人，马可波罗没有输出环境啊，生病估计是。能够拖延到，哦，还被抓到，还被找到了，是，说明还是找到了一个马可波罗。四秒，这个应该是一个炸弹难守了，这边难守了。我们看几十手上有一发大招，这一发大招是他最后的筹码，但是没有顶到兵。这边一波，让我们恭喜 AG 超会2-0拿下比赛。没错。